位于日本冲绳县的石垣岛，不仅以其迷人的美丽海滩而闻名，还拥有丰富多样的自然景观和千年历史的遗产。这座岛屿犹如一个宝藏盒，拥有让游客屏息的奇妙结合。首先，石垣岛以其令人屏息的海滩而闻名遐迩，蔚蓝的海水与白色细沙相映成趣，晒石滩和野底滩等知名海滩吸引着游客们享受阳光和沙滩活动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沉浸在宁静的海洋世界中，与五彩缤纷的珊瑚礁和热带鱼共舞，开启一场难忘的水下冒险之旅。除了迷人的海滩，石垣岛还拥有壮丽的自然景观。巴拉圭湾是潜水和浮潜的热门地点，这里丰富的海洋生物和珊瑚礁景观令人惊叹。游客们可以在湛蓝的海水中探索海底洞穴、岩石陡壁和海龟栖息地，揭开大自然的神秘面纱。不仅如此，石垣岛还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遗产。石垣城遗迹是一个关于琉球王国历史的重要见证。这个建于15世纪的城堡拥有壮观的城墙和古老的建筑风格，游客可以在这里感受到古代王国的氛围，了解琉球文化的传承。此外，石垣岛还以其独特的文化和传统活动吸引游客，每年举办的龙舞节就是一个精彩的盛事，游客可以欣赏到琉球文化的传统舞蹈和传统服饰，融入当地的节日氛围。最后，石垣岛的美食文化也不容错过，这里的特色料理包括冲绳烧猪肉、软壳蟹、紫苏鱼片和冰糖葫芦等，可以满足游客们的味蕾享受。品尝当地特色美食是探索石垣岛文化的重要一环。总之，石垣岛以其令人惊叹的自然宝藏和千年历史的遗产而闻名，为游客提供了一个充满探险和文化体验的目的地。不论是沉浸在美丽的海滩世界中，还是深入历史古城中探寻琉球王国的足迹，石垣岛都将带给游客一段难忘的旅程。